迪士尼家原创节目《奔跑吧》最后一期即将播出，哈哈将变身 MV 导演，透过 MV 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和故事。对于浪漫中毒者哈哈的作品，让观众们非常期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拍摄预告了恋爱狂哈哈的大胆设定，将公开散发着诡异粉红泡泡的金钟国和宋智孝的爱情线。他还将以前所未有的新鲜风格为观众们提供各种乐趣，例如必须在4小时的拍摄时间内完成的任务，包括宋智孝问金钟国要和我结婚吗的场面，和令人心动的背后拥抱场面也备受期待。金钟国更因宋智孝的主动亲密接触而脸红，先前哈哈就曾向金钟国提议与宋智孝拍摄假想结婚，当时哈哈说如果粉丝们愿意的话会在 Running Man 中拍摄金钟国和宋智孝的假想结婚。哈哈还曾大胆设想智孝去中国哥家就没有意思，中国哥应该去岳父岳母都在的智孝家，只是拍一下他们一起吃早饭都一定会大发的。看来哈哈当时的设想很可能要成真了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